按个一，快乐一下，塞个大大大。这可是羽量级的绝佳好手，我们快点去看下一回合吧。一，精美的一。今天的运特别好哦，幸运骰会就像是每日占卜一样，哎，又可以再骰了。每日占卜，占一个大的，四就可以了吧？待会龙先不要合哦，你下回合拿一张，拿一张之后再合，然后再拿两张，因为如果你直接合，他就拿两张。这个技能就是骰到几就给你几块钱啊。这三个新英雄，我觉得这个是第二强，最强的是酋长，酋长最强，这个只能算第二强。开一个小骷髅吃鸡了，战斗员，战斗员。要直接合吗？直接合是不是比较快啊？直接合都可以碰三的。你这招有点脏哦。龙族加工，那也才两条龙而已啊，拿钱吧。当然这个会再给两条龙啊，但我不管了、啊。我觉得钱才是这个游戏的关键。这场战斗什么都可能发生。Money, mon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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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. 今晚大家见识到了体能的巅峰。拉满让龙多两攻吗？还是你会升级硬币，拿一个这个就过了？龙加二加一好像不重要哎、欸，反正等等就换牌了，不重要。我的赢面比你大，这里是我们勇士的终点，还是逆风高飞的起点？打不死族站位这样站，第二次站一攻的就跟他会很快。确保你的主攻留下的是最多。哇，这都反攻的很厉害。不死灵气加二，两个重兵。虚空马尾放置蛮厉害的，没错。种族龙两个而已，所以这个很烂。让我们再升一个量级。骰子是看你骰到几，就是过几回合后可以再按一次。你骰六就要过六回合，你骰一就是下一回合立刻可以用。马尾跟主宰联动可不可以哦？那你主宰的效果是元素变大，啊马主宰也不是龙啊，所以马尾跟主宰没关联。掉，然后合这个会很强哎、欸，但是不行哎、欸，还是选这个吧，先塞一个再说，塞一个大的就升级了。这个算不算大的？算不算可不可以升级？可以。我打点很少哎、欸，车车看起来很蛮好玩的，但是打点太少了，升级刷五星。我没有很多法术哎、欸，所以拿这个东西有点硬哎、欸。你们会不会这么觉得？我拿这个东西会不会有点硬？因为其实我没什么法术哎，三十血的我也不是能，也扛不了太久。这要打一堆远法术才有办法玩。那个是给酋长用的啦，酋长用还不错，我用就很烂。
你这种人在这里是活不下。哇塞，都是龙。龙厨还不错啦，但是压力好大哦。我想要直接刷个附魔师什么的，或者五星的龙。我紧张到要晕。超进化不错，可以超六了。啊？什么是元素啊？元素就完全不行哎、欸，有点跑偏了。龙，超进化。一星的丢掉，队伍的强度，这一张肯定有用。先甩个龙，感受一下吧。挥你的繁猛翅！大家欢迎来到大，有一名招募来的人被踢出了队伍。挥你的繁猛翅！跟我想选的一模一样，这场战斗什么都可能发生。全体加加的龙丢掉，留下草凤恶心他。元素龙加主宰哦，有想法。这个是跟马尾配合的，目前放置的龙只有两张。哇塞，合了。嗯，拿上将这个龙变大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旅店变高好像没什么用哎、欸，输一回合这个就很强了，降到一有点太功能了。本回合打出了牌的数量，我的鱼呢？这个龙肯定是有点强的。你这种人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。天命或是机遇。他在场内外都是杰出的运动员。啊呜，那一定很痛。虚空龙不要拿，那个才没用。然后这边会输，所以我把童话顶起来了。待会就拿童话。哎、欸，怎么打赢的、啊？我已经想好要输了哎、欸。那升童话照样拿，然后等输吧。怎么会赢啊？对面上六，然后还拿大颗。升级好像是没啥必要。发现伙伴，这个战火两倍，拿六是不是？拿战口，好不容易刷到了拿战口。重击连射技，突然间起灰了，是不是？突然间。
本来坠机不知道到哪边去了，我怎么突然间拢起来了？护甲也可以打掉了，刚刚是想要凑多点血然后再打护甲，现在是没这个必要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是鬼。卡雷两块钱才加一，这个三块钱才多花一块钱就加三，这个比卡雷还强，这个要拿。然后找那个战火装备的东西，升级有没有需要啊？升级有六星旅店，可以拿整排的龙扣币，或者是拿整排的法术。看来这支队伍正在调整阵容。光盾也可以拿。拿这个光盾，然后再拿一个钱吗？盾贴在哪里嘞？贴在这个龙上面。那卖两只，拿一个战吼的钱。准备。这可是羽量级的绝佳好手。对面是机械，贴一个恶心恶心他。让他机械打歪，第一只摆攻击力最低的。这位斗士正在用我最爱的战术，那就是胜利。哎，被他摆瓢了，哭啊！哇塞，龙族还是很强嘛，聊天室，我可以这么说吗？可以看到龙族吃鸡了，是不是？新英雄三个都活着，哎，新英雄都好厉害哦。新英雄是不是都做坏了？总觉得新的比旧的厉害多了。旅店重置龙一排。哈哈，我的赢面比你大。小肥龙。还不如拿战吼，碰卡雷先，展现一流的技巧，是活不下去的。要拿这一只吧，这一只合了比较过瘾。干嘛？偷牌我也不想等，就打一只吧，触发战吼就好了。因为这个龙触发了还会加队友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打得一干二净啊，是不是舒服啊？埋伏不能绑法术啊，八七有免费战吼哦，卖掉拿了八七，好啊。这么热，谁还需要火系数？再拿一张，没有问题啊，拿完之后再卖掉，他也是战吼。这把有降维耶，我多嘲讽一个怪吧。这可不是吹牛的。勇妈之海聊天室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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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妈好多，怎么办？打不完呐、啊！无限妈妈，你妈真多啊！你妈真的多啊，来！他是无限用那个哎、欸，找一个爆爆炸他哦，一滴一滴的欠炸。尽管大家见识到了。加三加三对掉啊！这个龙变好小哦，怎么办？十一攻是不是得扔的、啊？搞笑 啊！我是不是被阴到了、啊？完全是啊！我
我是不是一个被阴？你怎么那么小啊？变成光盾垃圾。下回合再做吧，这回合会拿一张、两张、三张，三张牌，肥龙丢掉吧，肥龙应该是最小的。龙是拿两张啊，总共是拿满啊，所以要打掉一张啊。哇塞，反击！这反击怎么放在前面自己在动？欸，他主动打我也可以反击耶，那这个反击也可以放前面，注意哦。长姿势了欸。原来反击也可以自己主动打，你反弹我的反弹的反弹的反弹也没用。先看一下手牌有没有牌要先出，这个都可以先出。转职也是未来的事啊，不用现在搞弄。这面金翅飞行，这一张有点贵，拿资源的话我就不打了。这个不是战吼，所以不打，就只要拿战吼牌而已。招来了，小动物也会唱歌哦。让游戏开始吧。第一名，这可不是打他不用烧，打下个人再烧。我的光盾龙是元素哦，抱歉，完全没注意到它。这个主宰500，直接正面跟我 PK 了，怎么办？我是看了啥？骰完幸运骰的一个转职，就转了一个垃圾，不用拿这个女海刀，这个是不死族要放爆爆。让我们看看这个菜鸟可以撑多久。我有一股金甲，我有一股财宝，我有财宝。小动物也会唱歌。赢了，反超。打他要放爆爆哎！还是你们觉得正面打他有点蠢哎、欸？正面打他好蠢。我的赢面比你大。在想要不要拿这一张贴在这边，僵尸鱼赶快刷一张出来吧，等等打那个500的用毒可能快一点。
这个等于一回合全体加二，两回合加四。有人说拿冰箱哦，反正一定赢，不一定会赢啊，还是有可能会输啊。如果他加血了，他有防爆爆，所以爆爆打他没用了，要正面赢了。说到正面，我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啊。哇塞，没打赢哎，怎么想啊？哎、欸。抢了啦！500的那一家把它收掉吧。我们有来自艾德拉斯各地的评审团，取决于他们最弱的手下。干嘛？这可难吗？圣光遗弃了这个。哦，这才叫重拳出击。这个是靠赛一发啦。龙族再开也没什么用了，不用开了，法术比较厉害一点。消灭。这个不是光盾哎、欸，这个是点睛，看错了。这版有新多雷啊，有啊。哇，反弹170，厉害。用反弹打他也是一个思路。那只主宰的话，6+5=11，500的那一家把它收掉吧。所以加五血的话是可以活得下来的，没错。红须，红须点得到我就考虑一下了。点不到哪了？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这里竟是飞行。你的宠物我看起来小动物也会唱歌。赢了，翻车。色的，黄色很糟糕。
僵尸鱼，注意，哇，无数打掉了。nice。再这么打都不怕了，没事。主宰居然被这个不死毒打掉了，这样我的血够不够用呢？第一个，够用，赢了，聊天室，我好像有点猛，感谢啊，借刀杀人，主宰你来杀，然后我来杀你，聊天室有没有啊？一个借刀，我借你的刀来杀你。他打主宰那是一个猛，对不对？他攻击力超高，那我的特点是我血超多，600、300、350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可以拿冰箱，这个刷战吼，哇，四条龙，四条大龙顶住了，777777777，卡雷可以再战一年，我不靠赛的啦，你们看什么看？想看我靠赛啊？25-31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